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泛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聘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泛科轴承的人事专员黄女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泛科轴承集团的人事专员小黄。好，那咱们公司目前的规模是多大呢？我们公司是创立于1969年，总投资将近8个亿，项目占地面积的话将近是250亩这样。哦，那也算很大，而且69年成立真的很早，是算比较成熟的一个公司了。那咱们公司主要是经营哪一些产品？我们主要是生产轴承，还有那个轴承座。哦，跟轴承相关的。对，是。那咱们公司目前有多少员工？我们现在是有450人左右。那也是挺多的，一个人应该可以管好几台机器哈。是。那这样的员工数量也是挺多的。那咱们公司目前要招聘哪一些岗位啊？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普工，还有这种数控机床操作工。然后机术人员的话是那个机械相关方面专业的。就是这些员工哈。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有一些岗位他的工作内容吗？那像我们这种普工哈，机床操作工，就是在他们车间主任或者是他们主管的安排下，按量的完成我们那个生产订单就可以。这样就行了哈。其实不懂的也是有人会教的，是有培训。对，我们刚开始也会有专门带他一段时间。那其实大家会更关心这个福利问题，咱们公司的待遇怎么样啊？我们就有一个五险，然后提供住宿，食堂用餐补贴，年终奖，还有那个像外地的春节返程会有那个车票报销。那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这个薪资方面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吗？薪资的话，我们主要都是计件的比较多啦。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是在4000到8000这个区间。反正就是多劳多得嘛。大家多少能力，咱们就能够赚多少钱。是是。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。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一家泛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呢，目前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。就业是民生之本，力促人才互动，力保供需双赢。我们一起努力吧！欢迎加入泛科轴承集团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龙年大吉！